大家好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太阳女神的头饰发饰，它的造型有月亮、星星、太阳，它是一个双层的设计啊，双层的设计，弹性是非常的好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弹性非常的好。表面这一些配件，它的材质是锌合金，玻璃水晶。都是单个焊接在我们的配件上面啊，单个焊接，风油保色，环保电镀啊。它的两端是非常的光滑，不夹头的。我们还配送了两个黑色的胶套，可以佩戴在这上面啊。配戴两个黑色的胶套，佩戴起来的话，它佩戴的时候就会更舒服一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部分。非常的精致啊，弹性非常的好。颜色的话，它有两个颜色，有金色，还有白 K， 都是有现货的啊。我们自有工厂接受定制。